娱乐八卦，侃港圈风云，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港圈日报。1992年是香港娱乐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由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和黎明组成四大天王横空出世，并红遍亚洲。在电影圈，1992年被称为周星驰年。在票房前15席中，周星驰的电影独占7席，并且前五名都是他的电影，其中不乏《逃学威龙2》《神死关》《鹿鼎记》这样的佳作。也是在这一年，当时一个还不知名的模特霍汶希转行进入飞图唱片，迎来了人生的拐点。彼时的霍汶希不会想到，在未来他将见证香港娱乐圈的更新换代，并成为香港最好一个金牌经纪人。后来他捧红了谢霆锋、陈冠希、陈伟霆、容祖儿、Twins 等香港大半娱乐圈的明星艺人。但在此前，为了补贴家用，霍汶希做了一名职业模特。14岁那年，霍汶希因为长相酷似林青霞，被星探一眼相中，邀请她在电影《七星地》中饰演少女林青霞。电影上映后，让她接到了很多广告邀约，短短三年内就拍了50多部广告。但好景不长，过度的曝光造成了大众审美疲劳，广告数量一度锐减。加之这个行业有只能吃青春饭的说法，霍汶希嗅到了职业危机，开始寻找未来的出路。辞去模特工作后，他想去做歌手，但两次面试都受挫。没有办法，每天总得吃饭吧，霍汶希就跑去超市当售货员。在那里，不仅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还要面对业绩压力，但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还获得公司前三名的成绩。在外人看来，销售员既辛苦又不赚钱，他不甘心过如此普通的人生。经过慎重考虑后，霍汶希决定再闯荡一次娱乐圈。因为很早之前，他和双胞胎妹妹霍宝珠接到一个洗发水广告，厂商在找了150多个模特都不满意，最后看中了他们姐妹俩。颇有商业头脑的霍汶希决定坐地起价，把费用抬高到16万，这已经是新人模特的天价了。跟导演谈判后，两姐妹如愿以偿，每人分到了8万元。正是这次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做经纪人的潜力，于是在男友叶从仁的帮助下，霍汶希顺利进入自家公司飞图唱片，后被英皇收购。在干了两三年端茶倒水的杂活后，霍汶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艺人，也是全港最叛逆的星二代谢霆锋。这一年谢霆锋刚满16岁，而他也不过才24岁。霍汶希至今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谢霆锋一脸不屑地问，你入行多久了？当他回答3年后，对方更是一脸讥笑，并甩出一句，我今年16岁，但已经入行16年了。霍汶希当然明白谢霆锋的话里言外之意，他从小因为父亲谢贤的缘故，不仅眼高于顶，而且桀骜不驯。但霍汶希却信心十足，凭借自己的耐心和智慧，他渐渐掌握了与谢霆锋的沟通方式。刚出道那几年，谢霆锋因为谢贤而备受非议，媒体都嘲讽他靠走后门上位，加上他不善于与记者打交道，每次登台表演，台下都是嘘声一片，到处都是想看他笑话的人。每次遇到负面事件，霍汶希都第一时间站出来替他摆平。渐渐的，谢霆锋终于看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开始把他当成姐姐对待，对他的工作也十分配合。那时候谢霆锋背后的女人不是王菲，也不是张柏芝，而是霍汶希。经过几年的运作后，谢霆锋吸粉无数，初具一线偶像明星的气质。
1999年，谢霆锋凭借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火遍全国，霍汶希也因此成为英皇娱乐金牌经纪人。此后，霍汶希又接连捧红了容祖儿、Twins、陈伟霆等人，稳坐香港经纪人第一把交椅。但没过多久，谢霆锋就闯祸了。2002年，他开着法拉利飙车，不慎撞到了花坛上。当时他和张柏芝都在车上，为了不暴露这段关系，他当即决定跟张柏芝的车走了，找了一位司机帮自己顶罪。此事一出，自然引起轩然大波，谢霆锋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誉问题。尽管事后他出面解释称，因为第二天要外出赶飞机，而且车祸也没有撞到人，自己只是想赶时间，就让助手去处理后事了，找人顶包也是无心之举。但大家并不买账，香港学生甚至还将他列为失德艺人。霍汶希见情况不对，于是先让谢霆锋去自首，把罪行降低。当时谢霆锋被拘留了14天，并强制进行社会服务令240个小时。之后霍汶希再把他塑造成一个单纯而后悔的形象，祈求获得大众的原谅，然后先离开娱乐圈一段时间，等风波过去又以改过自新的姿态回归。不得不说，他的手段真的很牛。除了谢霆锋之外，其实当初决定把阿萨阿娇两个女孩组成组合也是霍汶希的作品之一。2008年艳照门事件爆发，谢霆锋因妻子张柏芝被卷入其中，而阿娇更是堪称事件中的女主角。同时，如果 Twins 组合因此解散，另一个成员阿萨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可以说，这件事件直接触及霍汶希手中的三张王牌，处置稍有不慎，他的职业生涯也将就此结束。经过一番周密思量，霍汶希决定让谢霆锋打感情牌，树立一个好男人的形象。谁都有过去，现在我是他的丈夫，必须支持他。果然，当谢霆锋站在张柏芝的身旁，说出这番动情的话后，丑闻对他几乎毫发无伤。至于关键人物阿娇，清纯玉女形象也坍塌，霍汶希交代他打真诚牌。在发布会上，阿娇哭得梨花带雨，让所有人看了都心疼不止。用一句很傻很天真，显然并不能让大众满意，许多人把他列入最讨厌艺人行列。霍汶希见状，意识到短期内很难翻盘，于是决定让阿娇先休息一年，等热度过去再图谋复出。因此我们在一年后的智云饭局上，主持人提问，为什么要拍那些照片？面对如此犀利的问题，阿娇解释说，不拍怕失去男友。节目播出后，阿娇的形象得以改善，她从一个涉事者变成令人心疼的受害者。随后阿娇接拍几条广告，结果反响不错，于是霍汶希决定让 Twins 合体开一次演唱会。门票开始预售后，粉丝蜂拥而至，顷刻间就被抢光。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后，现在的她又以清纯的形象回归大众视野了，这笔买卖十分划算。还有当时阿萨和郑中基的隐婚离婚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当时很多粉丝都接受不了。此时霍汶希再次上线，让他们在媒体面前诚恳道歉。期间阿萨哭得伤心不已，也让大家对他多了几分同情。因为道歉态度良好，最终霍汶希平息舆论，也保全了阿萨的名声。可以说多年以来，霍汶希手下的艺人绯闻不断，但好在有他出马，这些看上去足以让他们身败名裂的事件都在霍汶希的手中轻松化解了。他甚至还能反客为主，重新将那些污点变成制造话题，树立人设的资本。一直以来，霍汶希一直以专注事业的女强人形象示人。有人统计过，他工作了10年，也就休息了20天不到，平均每年只休息2天。
在外人眼中，她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不过2012年是一个例外，这一年霍汶希和内地富商贺丹青分手后，却猛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原本两人感情很好，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男方想让她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事业心极强的霍汶希怎会甘愿做一只金丝雀？思前想后，她决定和对方分手。于是霍汶希罕见地跟老板请了半年假，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而谢霆锋也很赞成她的想法，并表示你安心生下来，别担心，有我在，我会照顾你们的。自此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但孩子出生后生父不明，谢霆锋又对她做出了那样的承诺，所以不少吃瓜群众都猜测谢霆锋可能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其实谢霆锋只是霍汶希的金牌艺人而已，他从出道起就一直跟着霍汶希，两人的感情很深，甚至已经跨越了友谊的界限，成为了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2013年母亲节，霍汶希公开了女儿 Honey， 谢霆锋还认作她是自己的干女儿。至于孩子的亲生父亲，霍汶希曾很坦然地告诉大家，人家可能说我是单身母亲，其实我说他有爸爸，我们在一起相处，只是不是两夫妻而已，我们对孩子的责任也是共同去承担。从我决定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自己后面的路要怎么走，既然我是一个母亲，我就要把母亲的角色做好。30几年的工作生涯让霍汶希成了大家眼中铁打的女强人，也让大家敬佩这样一位女强人，能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状态仍然像一个20岁的少女，一般人真的很难做到。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明星的趣闻趣事，我们明日不见不散。